先当一下，然后可以搭一穿这双，然后。
内部空间很小，对，内部空间小到马路很多，就外面好像看起来很好看，对，就外面好看，可是这台空间内部空间好大，真的很舒服。亚斌，你坐坐。我昨天本来要看西亚斌，后来路上看到这一家，我就顺着嘛，因为那承德路，那个承德路大路那边有一个，我经过，没看到。156/156啊，对。红呢？其实板桥新庄综合新店，没有没有找，然后最后我们找到那些，然后等一个小时，然后，那种集美那边快乐旅社，哎，你老公说。是很难找地哦，有了，一个网站介绍啊，介绍还挺好玩的，我们找到一个，还不找真的，我还没有东西，没有，你不要
没有乱讲。我老公不会去这么 low 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我根本没有乱讲，你又什么？有，哎，羊排是好的啦。对，反正这一台跟 CRV 应该有。对，在这里。对啊。你可能就是个乐红的玩意。顶配吗？它是顶配吗？它有两款，有一个是2.0的，这一款的，对，就差不多。我没有天窗，我没有天窗，没有天窗一样。对啊，我还怕漏水，后来我们对。对，它天窗跟什么？我想还有一个哦，那个后面的那个后车厢没有电动的。像他们喜欢的，还有那个四台三台，刚刚说那个四台，哦，三台你也买哦？我到5年级了，我们那个租人是5年，我们公司租的，这么好，没有啦，自己要贴钱啦，我们，哎，很好，好不好？公司是阿里，哎，他一个月才贴2000，2500。很好哎、欸，花莲去哪里都。那你来台北呢？这也算。那当然是公司，公司赞助我的。公司不挤好不好？全台湾哪里都跑了。来了四线了。
他们穿那个蓝色的，蓝色的。不是吧，蓝色那是金色。我那天在我们社区地下室，他好像天花板漏水，我滑倒摔跤，好痛死我了。